所以下面继续的经文上解释过，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讲你个无有过下个法体，或者无上正等正觉，名阿耨菩提。他别听了修，该是心，心本起就，人人有佛心，心本起就。他别听了修行才会真的到，唔修就唔会成就。所以第三通的解释就讲三。以真处修善呢，神真果，就是用真心立体的本有个性不生不灭的真理来升起真修。再个有处人帮助修善法，将能叫神修真果。所以不是以真处修善神真果，也就是说明讲，也为修将为神，莫修。众人佛心本起，也不能成就。所以讲，为谁平等啊？佛是不修啊，得成真果。讲虽然是平等，司法平等，真心理地虽然平等啊，但是还无修，不会成就真果。所以，必听二修，这是个非是不修啊，得神真果啊。讲该没讲啊，无修能够得到，必定要修将会成就真果。就是讲有心得啦，必定要有修将会成就那个心得的本体。而要么修呢，因为无我等修诸善法，然后得神啊。讲爱成就真果，要用。思想界空的无我相、无法相的真理，对了为向前了解为开始。无我等等是就经文所讲的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的思想啊，用无我来总包含，以及等是包含三后面三样。讲爱唔好有我相、人相等，无了思想，断除思想。也就是说你修善法的时间，所有修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先从破除我执下手，先破除我执，无我来修众善法，然后才能够成就真果。无我等是了因即真脱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思想当体皆空啊！了解这个道理，能够成就做修行的真脱的法门。所以了因就是真脱啊！讲你啊，晓得破除我相、无我等思想，该就是为之了因。了啊，明白的意思。明白地的无我相、无法相啊，我法依执皆空，也为学佛的究竟真本啊。要先从这个无我相、空思想来下手啊，了解两个道理，而佛心就是正言，改为正言。天台中说明那个三言佛心呐、啊，真心离体就是正言佛心。半遮没有悟啊，就是了言佛心啊。六土其他五土的修法，乃至三十七土品，该就是为着言言佛心。所以了言就是把这个描绘，开拓你破除我执的方法。由此修一切善法啊，所以修善法要出世间，要寻求出世间的究竟真果，要先破我执。假听我执不错啊，含严重的我执众人修善法嘛，独成有漏善法。该种有漏善法就成为人天果报，不能出苦。所以修修善法要有了因，破除我相啊，然后修一切善法。修善法就是眼因眼呐，粗眼粗眼。做修行的帮助的
个人啊，法院，所以这初托呀，这就是帮助你寻求正确的啊初托。嗯、啊，那么明白两个托理呢，以把这为了因，能寻求正托，破除我执；以修一切善法为原因，能寻求初托。所以有着真初同时并行啊，就能够寻求无上正等正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所谓正果啊。阿耨菩提是正果呀，这就是究竟正果。下面又解释讲，所言善法者，啊，一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啊，说明这个道理。所谓讲善法呢，解释讲所言善法者，一来说。非初相有漏之善法，非善法该记法哈，非善法主解方该解释讲，唔系初相修行嘅有漏嘅善法，漏代表烦恼啊。初相修行就是有我执，那么我执就是烦恼，该就是为漏了三界，不能解脱，该什么有漏嘅善法，就是初相布施的。啊，有漏善法嘛，你纵然修，只在人天果报，不能超出三界。那别提那无我执，啊，思想破除，修善法，才能够成就无漏的善法。啊，所以现在两位所讲的善法，乃是理想无漏之善法呢。讲两下说明讲啊，已经远离思想，我执已空。啊，出真出世间嘅贪烦恼所成就嘅无漏嘅善法，所以讲是名善法。啊，所谓你名为善法嘛，那其实已经破除我执，啊，思想解空，成就出世间无烦恼嘅无漏善法，该张系能够成就正觉嘅初托。啊，由此可以提得。我们学佛修行，必听到从那个破我执先下手，然后破除法执。也是解释经文的意思已经讲脱了。啊，下面呢、啊、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老前面三段文内容一度同样的素材有冇个差别，提出了做解释。所以用问答方式解释个问。第三。七十二、七十三，减次一贪，前后四处，解说不得菩提，云何欺骗？前面三贪文，并列一贪文，一种四贪文。那么所讲嘅道理呀，都系讲无法得菩提，同样讲无法得菩提，但是。怎样办来区分几个差别无穷样的道理的所在呢？答就是解释说明这个四段文内容虽然看起来一穷样，但是内涵的意义无穷样的所在。前后文虽相似，前面三段文并现在两后面两一段文四段文看起来一穷样，虽不亲支持，看起来一穷样，他呢意义不同，这个意义啊，无穷样。两般无穷样呢，第三义，是你释迦牟尼佛啊，有果获得，因为有果获得。第三义啊，跟一个前面的文章在第四十二页，你反过来看看啊。在第四十二页嘛，谈出第三义，个经文上就讲：释菩提，以一云何？以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两句话就是上面讲，佛感有法获得，嗯，寻求佛果，佛感有法获得，两就是第三谈一个文字老两重要。第十二谈个是疑问，经文在第九十五页，你翻出。第九十五页来看一看啊，第九十五页行啊，根本就开头讲，释菩提，以一云何？以来以人等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fail，
啊，二来二人定火错，有法得恶鸟到了什么什么地方？你看，就是提升命运啊，也也许老两个文字看起来也相仿。提升上面就反过来，提九十七页，提九十七页方讲啊，二来这这做法有意义，要有人言，二来得恶鸟到了什么什么地，是不的？是无有法。不得我用多了什么什么的，俺来看起来的三摊文没一穷样吗？他是几个内涵没穷样，要么没穷样呢？第三摊跟你们呐、啊，说明讲，这世界末你不真真觉，究竟神就不讲，敢有过好的？这要要过几年，要不个究竟过过几年？第十二摊跟你们呐、啊，还要延续你，因为干哈？释迦牟尼佛含菩萨托个天衣胎和尚的人马，在人定佛前蒙受记，加释迦世尊个前身啊，含起菩萨，叫做三会菩萨。个三会菩萨当时啊，成就将来成佛个菩提心，所以人定佛老个受记，佮咁有法菩提，佮要延续你，所以天上要高续你，天上你要延续你。那么提升三套呢，无法无佛显示说法也不可得，佛果也不可得，完全要个体上的法体性。所以前面三套你啊各个没重要，现在呢提升九套你啊，你有修有证啊，话都讲话哦，隔壁听我有修行才能叫真果，没修就不能真果啊、所以但小呢必定要听我本有的司法平等无有过下的尊严啊，然后才能够成就。所以你还会讲修正老前面啊三段文无重要，所以看起来四段文是一想法，但内涵的脱离并无重要。所以最后总结的是讲四义条言啊无常滥也，四段经文的意义一条一条非常清楚，显然明白，一看就可以理解，并不会互相混乱。所以无常滥也不会有互相混乱的情况。所以你不要话多讲话，前面三段语老两段语内容好像同样，因此怀疑以为讲话是重复，不会安的。所以原始这个看经文的文字啊，听到看起来像重复，实际上不是，而内涵的脱离无重要。也是解释团体十九年，下面解释这个第二十年，啊，接下来经文讲，第二十年云，要修三法的菩提。云何前来平言持说能生菩提？且所说之法，不离于名、记、闻。是三皆无记心，无记之法，无有因果，岂生菩提呀？也是第二十堂的疑问啊！既然前面第十九堂讲。修善法有修的初人才能够成就真果啊，不过前面经文多处都按来讲啊，讲前云何前面的经文上讲嘛，平言就常常讲，前面经文上都是按来讲，要么讲呢持说能生菩提，受持金刚经啊，讲说金刚经给把这个道理由此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以前两所说的法嘛，总不离名记文，名声记声文声的啊，个样子个文字，呀，三种都是属于无记心，名声记声文声统统都是无记心，无记心既然非善法，让办受持经文的无记的文字。啊，也根本上无因果相，
无有因果，让万人叫成菩提呢？去成菩提呀！安尼敢未成就无上菩提？出来为简单上面那个名句文身，名啊，名句文三种都是属于那个八法中的啊，心不相应行法之中，你是四种不相应的三种啊，你是四种不相应当中呢，第八就是名身。提求寄身，提是文身，啊，让把那种名呢，啊，名身的意思啊，就是说以名为名，身是集体呢，两张名契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名称。比如讲，啊，咱平常点香，香讲一只香字，香是香的名。啊，只是香，唔止嘛个香，只有名，个就还不成神。该假设就成为名神啦。比如讲香炉，哦，个只炉子落去就把那个名神分清楚啦。啊，因为两只名神合并起来就是集体，不是神。神唔是人神个身体啦，是集体个意思。就是气息是香老炉两样。安呢就成为名声，就是文字上的啊第一个阶段。过了寄生，寄生在你是四不相应行中是属于第九。那么按照寄生呢，寄呀、啊、就是指那个一啊文那个文字的一句话，一句啊一句话当中包含有主词老述语。主词并述语，主要的名词并这个述语两样合起来，将成为一句。比如讲，俺们常常佛法上讲的“诸行无常”，那一句话，“诸行”是主语啊，为是主词，主要的名词，“诸行”为主要的名词，“无常”是述语，述是细说。无常是说一切诸行是无常，诸行的主词啊，说明就是无常，用无常的术语来解释诸行，所以这就是寄生，一寄生为一个寄生啊。第二就是啊，所谓寄见诸法刹片啊，一个寄词一寄法显现法跟名相的刹片的意义啊。讲诸行无常，就唔系涅槃实现，每几个脱离嘅差别相啊，就从此现出来。不是寄生，文呐、啊、就是文字，提出个文身，名即文，就是你说是不想应该啊，提拔提就提升。文是文字啊，就是名老寄所依靠嘅啊，名即都是由文。这样能够彰显出来，就是成为一个文字的彰显。这个文字呢，一个单单一只词只是文啊。比听到有两张名词以上契合起来，将成为一个文的啊句子啊，个文字的最短的表现，叫做文身。比如讲葡萄。葡萄是一个名词了啊，葡萄两个字就变成又是名声啊。那家庭也要说明那个葡萄是酸还是甜啊，个葡萄蜜酸，一个葡萄个蜜桃怪酸，是个酸葡萄。那下讲葡萄蜜酸，这就说明讲两个一句话行啊，显示出这个文字个内涵啊。所以有两四张是成为一句啊，有一个有两句话落去就成为一个文字的最简单的个文字了。比如讲话啊，叫神出去做嘛个东西呢？因为要种花啦，啊去买花啊，买花个作用从哪呢？买花种花啊，买花之人呢，为了种花，两句话成为一个文字。就是什么一个文字了啊？
所以因此就叫做名句文，现在经文上所讲的哈，一个主角上的意思啊，是说明讲，那经文不过是文字啊，文字总不离那个名词、名神、寄语、寄神，身为一篇文章，也只是文字。所有的经文啊，以现在有文字上写成的经文来讲，总不离于名句文神呐、啊，一部经文无论你读什，总是名词、文句，成为一篇文章，就是名句文，总不离名句文有三样东西。那么你啊，名句文神三样啊，统统都是属于无机性，既也唔系善法，也唔系恶法，属于无机性。经文的文字啊，个文字那有善恶好分辨呢？文字只是无机性，那么你看无机之法嘛，因果都不可得。无机性并无因啊，不能生因，也不能结果，所以无有因果。怎样把念经读经文会成就无上菩提呢？你们出猜讲吧。跟你前面经文上处处讲。持诵金刚经能够成就无漏的正觉的身果，能够成就无漏正觉身果的人缘呢，必定要有善缘才能够成就啊。现在既然都没了个善恶好分辨，属于无机性的文字，让般数次经文啊能够成就正觉呢？你们都记住了没？但是你看下面的经文啊，也可以你看不出来啊。看看下面的经文，释菩提，有三千太前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以是等七宝器，有人持用布施，有人于是把这般若经乃至须弥器等数次托向为他人说，以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三数比一所不能及。你照经文看哈，经文也只是讲话，一个世间的财师啊，不及数次经文的意义。这个经文的用意啊，唔系比较。唔系比较，咁唔系比较，佢两个发讲嘛嘅东西呢？重述前文，前面已经讲过嘅文字，你看两个文字前面都是讲过嘅嘛。那前面已经讲过嘅文字，现在拿来重复叙述出来，众人叙述出来呀、啊，老几个疑问嘅话，看唔到解释嘅意义，看唔到解释嘅意义，所以像呢一类道理哈。尤其把这部的托理对另一类按那个文字亲难体会，研究就错了。你这一个主角看，他是经文并没讲到另一类，没按你讲。那么你看起下面的主角哈，看接下一个主角要蛮解释，有没有个经文吗？不是不及此经一丝机器啊。那么两个托理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你要加一个一百分的财宝布施，不及一分的施给其的功德，乃至千万亿分，众人用算术用比喻都比不出来，都是以持经功德态，布施功德不及，属于有漏法。接着讲，此团所说无计福因你呀，也是团主有人认为讲吗？经文是属于无机性名句文神啊，无机性，无机性不能成为佛果的因，所以不是佛因，佛不是，不是成就佛果的因，让我们能够成就佛果啊，不是按你的因，让我们有按你的果，就是说不能成就正果的因，让我们能够成就正果的果。接着讲，为此说虽云无机啊，
亦是菩提真言。家庭你是不看主界的一团文讲什么道理，没办法好地位主界讲什么书是一个经文，讲说经文，虽然经文属于无机心，经文是名机文，属于无机心，但是呢也无机心的经文啊，既能显示出菩提的真言，无机心的经文能显示出菩提的真言，成就真果的真言。一个翻译我们讲呢，该见证真理呀、因自五戒一戒起行，方得菩提。该是叫女子，哎，我们平东乡下客家人亲戚朋友该啊哈，该好啊，要该古人好，要比人更好，人家要讲观光用该哈，就是两只该字，该好，就是好老话呀，喜欢讲该好啊，脱离中央了。实际上所讲的该词是转义词，讲因为啊，经文的文字虽然无系无机心，不过既能展现真理耶，展啊，人字边个全字都展，展是显的意思，显示，既能显示真理呀、无机心的文字啊，能够显示出诸法的理体。假听你不看经文，你乃抵得你有佛心啊！假听你不看经文，你乃抵得讲真言了言人言啊！一来脱离都在文字上显出出来啊！是不是？虽然经文是名句文的无机心，但是既能展现真理呀、诸法的理体，就从那个无机心的文字上显现出来。由此，你看了经文以后，能够体悟。能够了解了解以后一解起行过学佛一破我执，同时进一步还要破法执，最究竟还要到能破我法一执的执着的破的空啊，也有空虚，要七正三空，这就是一解起行看了经文明白脱离以后一解起行比如说我看到阿弥陀经地讲要以你之情因缘福德以行不乱，将来往生富贵。你明白之后一戒起行，念成念佛，方得菩提，将能够成就无上真的菩提，将能够团烦恼了生死成真果。文是虽然无机心名句文，但是一次修行啊，既能显示真理高人修好，由此成就究竟真果。他讲下一个，若无教门啊，按地所念，实若佛母实立一个教化众生的门路，个众生样板地的讲，我对哪位的修行起念呢？按啊，疑问词，莫看作评论个个意思哈，一只按是疑问词，个敢能教啊？按地所念，个敢能不地的？样板小行专业的脱离，无经文的表现，无经文的开拓，你就唔抵得按样板来亲近无上菩提。故法华云：以佛教门出三界苦，以佛教门出三界苦量机化，出在法华经主要在比喻品上法华经上有两句话讲，因为佛所说的修行的教法，指出一个门路，使人晓得从此啊，超出三界，出离苦海。三界是一体苦海，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现在我们大家所猜，也是欲界五七十几体，我们属于人道，也都是一体苦海，无超出三界，就不能出这个苦海。有按你的缘故，所以前面经文上记出了个博士的比喻讲：故第十名博士啊，不及一期功德。因此，自古经文再重复提出前面讲的，众人从十名上按到的财宝、七宝，那是布施、福德、清泰了。可是呢，
这就是有了福德啊，人天福报天天不吸收持金刚经一手气四季气能包含把这个没有你一手气啊，一个功德就升过去啊，无量无边的波来布施的功德了。此时起愿啊，此时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八十行气解释金刚经的文字上有一首偈讲：虽然无机法，以说是彼言，是故一法报，甚无量真报。念一首偈，就出在弥勒菩萨所说的八十行气解释金刚经的偈文上，解释念一段文啊，就有念一行气。我虽然经文是属于明基文的无机法，啊，非善非恶，但既能说出彼之菩提，之无上菩提，既能说出无上菩提的修行的方法，因此之故呢，是故一法宝的布施啊，一修起的法宝的修持，胜过无量无边的真宝布施。真宝就是前面的十米中宝无量宝师不缺一机器该法宝，也是弥勒菩萨的其中的说法，由此可以明白了。彼就是解释这个起行的以说是彼应该叫彼是即菩提呀，该就是指无上菩提啊。俩就是俩一段经文的用意呀，说明讲受持经文虽然是无机心，经文是无机，但既能显示出诸法的离体，依法修行能够团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所以受持经典乃至于是一切也能够出三界苦，言言就是所了明啊。下面一个问啊，问答来帮助解释，就是前面经文上也有讲到两个法意想法，但老前面的所讲的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主教香港问：此一提求你何变？讲的啊，老前面的提求团的信义的文字有什么差别呢？前面提求团的信义的文字啊，才提八十一页，提八十一页。但提八十一页的经文哈，释菩提以来是真尼者、实尼者、以尼者，不狂尼者、不异尼者。释菩提以来说的法，此法无实无虚。记得跟文法香港之前面提求你，底下念的就是提求你的经文。哎，这个提求你的经文，老现在两段经文可以讲完全没关系，对不上去，没关系。但是就是是不是有发生差误，不得地。因为无何查证啊，其中这个论文上的解释黑暗的，所以其他就提出来。不过现在两段经文哈，一来是真一者、实一者、隐一者、不狂一者、不异一者，乃至讲一来说的话无是无虚，好像老两段文并不是能够对得上去啊。所以这个疑问啊，这个问法，这个救世是不是有所差误，应当要指前面也讲不是不贴一个一丝机器的文字章对啊，但是因为啊，差不多有其他的文字可以做帮助解释，所以暂时留保留着两位，保留着两位。到底你这个文法的提求你的救世是不是发生差误，因为老前面所讲的已经是对不上去了啊。下面的答复讲答，必要有为无体难。讲前面提求你的法，讲有为法，并无实体啊。神奇的疑问，次要无机回应难。讲两位是要讲文字是无机，没善没恶啊，没善没恶，两句文字是无机法，无机法让把能够成就正果的真因呢？由此稀难，所以无重要啊。前面的经文因为讲是有为无体难啊，可有为法无实体啊，
但是经文上所讲的呢，有没办法比较，其可能是前面所讲的文字啊，一个祈求的救世发生产物，应当是一直的啊，不思不及一时之气的文字上对。讲第二位是讲嘛，第二个名句文的文字啊，属于无机，样板能够寻求正确的真言呢？有，必为其持说难，也是对不上啊。我前面只是用那个数次突相讲说，发生个人们个啊个难题，此讲对善法难。讲第二是对于无机对善法，善法为因，将人家寻求正确的果。可是现在是属于无机性啊，条言不同呀啊。要按你看起来，好像是前后文啊所讲的，看起来重要是几么重要？不过提救你个只救世是个你们啊。不过你啊一趟个问答啊，冇乜个重要，抵唔抵呀？啊，冇乜个重要，无关紧要。经文个主要用意讲话，文字不过是无机，无机样板能够变成真言呢？无机是非善恶，非善恶不能成真言啊。以真言将神求真告，所以因此之故啊，好像跟文字上对不上劲啊。也是前面这个保留，细条啊。也冇注意到这个问题。家庭讲话，你按那个拿前门来比对，系冇事先对佢啊查出个清楚啊，冇办法得到真实了解。那么前面个所记出来个，我都有对过，唔会有错误，只是两个提救你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救世发生一个问题啊。那暂时保留，以后如果我还有新发现，我想再同大家报告。听你说，你都来为讲台。下面听你说一年，这是听你说一年。听你说一年云，既然司法平等无有过下，云何以来突众神也？其实这个话前面都讲过的。听说一个疑问就讲话，既然前面节目上既然讲司法平等无有过下了，无有过下。众生亦复平等，云何而来吐众生啊？佢做乜嘅佛要行落去吐众生呢？又有众生可吐呢？啊！所以经文上就解释了个疑问：释菩提，以一云何？你等物为而来作孙呀？我当吐众生。释菩提，莫作孙呀！讲人太假，人家禅院你们明白啦？你人太假，系咪因为讲佛？有心爱去吐众生啊，个佛为而来作孙呀，莫话多讲话，佛要按你个念头，个爱啊，应当爱来去吐众生。我当吐众生的句话，系指佛心中有按你个念头啊。佛吐众生，即便唔系有按你个念头，想讲爱来去吐，阿将去吐，并唔系按呢。佛嘅泰然将之啊。感众生的根基了了分明，太阳将之方现出解脱的众生，那么两个众生自然就得佛的解脱，唔系佛作意而解脱佢。所以讲师父的莫作孙呀，你莫按你想，因为讲佛有念头而解脱众生，那就唔对啦。所以讲既然平等无过，还要满度众生呢？但实际上佛并冇去作意讲爱而来度众生。何以故？是无有众生而来吐者，实际上并唔系真实有一个众生系佛去吐神求嘅，都是众生是吐啊。若有众生而来吐者，而来就用妄念众生修者。假天有一个众生系真实按你佛有按你想讲，两个众生系挨吐嘅，咁系你佛个也就变成无台我执啊，就变成有我执，有人有众生有修障，思想有念缘顺差啊，佛哪有按你个情况呢？是不是？二来说有我执，即非有我。佛所讲往往讲有啊，爱得菩提，嗰只我是现在我拿着受情相来讲，即非有我。实际上唔系有实际嘅我何得？只是假存我，以凡夫之人以为有我，只有凡夫障眼为有我何得？
啊，所以如果唔起凡苦，就冇我啦。何况究竟福过，哪有我呢？所以你话我家住在呢，我家吃菜呢，能吃菜有住在，将说明我嘅意义啊。而凡苦呢，实际上不能吃菜，也冇住在，可是接触了个身体为我啊，就是凡苦妄执我。啊，连凡夫希望接触，你在身体为我，可是你接触有我，你在我里边无主宰，你作主的吗？哎，不想本意落，偏偏落了，竟然其实意识了。哦，哎，不愿意落，偏偏会落。所以三十年前，我有个同学五十岁，见面后讲不讲我？嗨，真不敢面了，根本你就五十岁了嘛。多了五十岁就还唔多感恩，唔感恩就嘛希望我年年失败啦呢，啊唔过冇可能啦，佢就可见你嘅人生之家冇能力好主宰，挨唔本意落，偏偏又会落，所以冇主宰。吃菜冇一点也不吃菜，也冇吃菜，所以你啊嘅人生众生执我啊，那是凡夫妄执我。外头接受我是我下，外头下见我，下见接见个我，啊，那圣人呢，圣者众人称我啊，我都加称名我，加称我，加名称我。释迦牟尼佛说法是讲，讲我土众生，我当土众生，其实我唔认为讲佛有点个偶像，是加称。加天无量我是哪么个来代表个佛个单位呢？唔止万人啊。所以别听呢，有只我是来做代表，我是圣人加成名我。究竟中国不吃菜我啊？一盘各地嘅上落我枪死的啊！加上我是不吃菜我，得到究竟吃菜，佛果就自由吃菜了，也能主宰了。现在人凡夫就不可能，所以讲凡夫只能以为有我。师父的凡夫者，一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凡夫也无是凡夫的相果的，就是假名。下面解释讲，此团平等有六土生也。既然诸法平等，用本起土众生呢？啊，除杂草界一杂质是人的错误的解释，因为佛在土众生啊。按你讲，你不会以来土众生，你莫认为讲佛做个土众生啦、啊，切莫做事呀！你唔好认为有两种嘅事情，莫去按你个念头。此是其真见解，高头众生而真确嘅见解讲，以何你个为十无众生等面土者，让凡讲实差，并没有一个实际有佛所土生嘅众生啊，得到究竟咩土呢？乖。平等正法界佛不土众生呐、啊，以名相比因嘛，不离于法界。第二个起也是啊，弥勒菩萨所说的起。讲平等正法界当中，以正法界的当体，佛并没有心去土众生啊，因为众生的假名五音，这个音是就是五闻呐、啊，啊音嘛，都气上都音，就是五闻。啊，就是那个五音，就以五音形音，就是五闻。实修相行是，假名众生有五闻身心，但是仍然不离一真法界啊，所以不离一法界。论云啊，两位菩萨的论上有讲啊，众生假名以五音说法嘛，皆不离法界。众生的假名的身体五音因为有说法，其实都不离一真法界的诸法离体。故无众生等灭土者，哪有一个众生实际上有佛来土根呢？都是以慈航之土啊，佛只是作证上人。三凡是其所依也啊，凡多将来再解释其个所依讲，要依来有依是心，讲佛呢有土众生的心，五音中有众生可土，在五闻中有众生可土啊。即有我人等相，咁你佛变成有我有人啊，有宿者等相啦，啊，佢就思想无空，有乜能成佛呢？有真正解释佛家呀，啊，佛就是所处，所处一个执场，佛虽说我啊，人来无我，就是假成名我。
执我咋，该是凡夫；执着要我是凡夫，唔系佛。虽然凡夫，也唔系要识凡夫，确定所以一无凡夫啊。比如梦中见父啊，父以梦人解不可得。比如人白梦，白梦看到老父啊，那么梦中的老父变做梦的人，当地都不可得，都冇说法。在凡夫的境地上，梦中境界重要，因为有我。人凡夫执我，故人负于我啊。凡夫执着有我，所以佛要破除自己我执，讲无我可得，无我相。强执有凡夫的凡夫相，故人毁凡夫啊！强怕自有执着凡夫相，所以讲有唔系有凡夫嘅思想可得。理义处见执前，理义前面讲过啊，啊，就是一切妥当顺序过来都了会，都是目标啊。除去众生嘅执着，见就是除，除去众生嘅执着嘅前见啊，故人辗转佛家。啊，把咧众生嘅接触嘅啊嘅因缘，一一都去扫除。人在前后四处皆是土生无土，文水同于意义啊。讲前后经文啊，也有四个地方讲无一个土生无土嘅意义。他呢最初所讲嘅离我土生，就是一开始嘅正宗分啊。第十一跟你们讲，南土者是我。第十四堂嘅人们嘅解释讲：啊，无我而随土，系无我嘛而去土。此二十一，现在也是第二十一堂，你以正法皆平等，不合有土众生事啊。同一九人啊，应是正片。四堂文是无重要，都有差别，应当要分清楚。也就是第二十一堂，实际上两个道理前面都讲过啊，就是重复再讲啊。二十一堂讲完了，二十二下次再讲啊。好。